小宝宝是我的宝宝，谢。哎呦，小宝宝是我蛇宝宝，蛇宝宝，再加三个就可以加微信了，还差三个，算了吧，老司机了。哇哦，哇零爱，大哥送我的蛇宝宝，哥你再送三个就可以加微信了。大哥送我哇零爱，把这个写过。找妹子去了是不是？哼，害我等了你晚上。哼，没来看我，没来看我，两天了，两天了，送了多少？十个，还差三个，差三个，结果还差三个，送了十个，可以多送几个，我都收的。我得给写个礼物。大爷，大爷，你昨天睡着了，大爷。你不要我了，昨天，不要找理由，不要找借口，你昨天晚上不要我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安台方，我就猜到你睡着了，打牌打到就睡着了，还说过赢礼物，还说过赢礼物。万花哥哥，你送了我十个宝宝了，人去哪了？啊，干杯！你可以多送我几个。十三个可以加微信，可以多送几个过来。啊，这边时间没凑啊，凑个时间啊。安宝宝，你这边给我读一读啊，一会儿那边一会儿见呀。安哥哥咱，安东北，这边都没人给我刷礼物，那一宿你能怼点吗？上来充点，充一百块。我都等你晚上，我充一百块。你给我充点吧。哪里人？我呀，微信里那个人。微信有什么？微信没什么，宝宝。爱上你，谢谢。都静静的喜欢，那边都等了那么天，这边才刚上来一会儿。保安小，这样就下不开，好吧？等会儿，这边给我支持点。安红佳子，来小帅哥关注。知道我在你。那边在这边刚上，等会儿呢，时间没凑够呢。微信有朋友圈，对，微信有朋友圈，没凑够时间呢，大爷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安宝宝，我等你一晚上了，因为去你就睡觉，你就睡觉，等我会儿。安宝宝，再过一会儿，一会儿去。小朋友送的宝宝，一个三个，小朋友，我好再来俩。安宝宝，点点，一会儿去。大爷，你等我，大爷，你昨晚干啥了？安怀叶。昨晚干嘛去了？这边有没有指示呀？刷个小铃铛啥的。刷个小铃铛啥的。俺和一饼。小问号，问号你出来呀？昨晚我早来了，一回来你一直聊着呢。昨晚一早回来，昨晚聊。哦，就一个人聊，就聊了一小时吧，送够了。啊，我微信发给你。就聊了。哦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你这等会儿了，我手机忽然卡了。万浩哥哥，你这等会儿了，我手机好像这会儿卡了。刚刚广东语是那爱情故事，对，哼。哎，大哥跟我聊会儿，聊一个小时吧。你没给我发微信呀？你给我发微信不就行了吗？十三个宝宝加微信。万浩哥哥，我这个手，哎，这破手机真讨厌，总是卡。OK 了 ，OK 了，发你了，文浩哥 ，OK 了，好了。小文浩哥的铃铛五百倍中了，666换手机，没有钱，成。文浩哥520中了，再刷520，快。手机不行，一会儿卡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里面字儿啪蹦出来好多，怕没有了。反正有人你也不要我了，所以我就睡了。切，哪有？电话哥666，没有的，昨天刚开始没有人嘛，我就播了，就是聊完之后就没人了嘛。没人的时候我就一直等等等等等，我估计你是睡着了。我在想你在打牌，因为你
你跟我说你今天晚上又要看人又要打牌干嘛的，然后我就没有喊你，我觉得你说有就没喊你，不然我早都给你发了，我的性格早都发你了。二零六六，十二点回家的。聊到几点？聊到一点钟吧，差不多一点吧，一点的时候就没人了嘛。然后我看你没给我发，我估计在忙，就没给你发。先关注，不然早发了，像我这个早发了。先帮哥哥亮亮，花心有点亮，再帮哥亮亮，帮宝宝。你这是睡醒了吗？你到半夜就想要睡醒了吗？你是在酒店还是在哪里呀？等我个六六，你是啊？一般都是玩家里，啊宝宝，再不是你花从头再来，啊是谁呀？你在酒店还是在家里呀？在家呢，你不是你要住酒店吗？我刚刚直播。